餐厅上菜越慢，生意越好。你看他上的太快了，都不到五分钟就给我们上完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，那不是翻台率更高吗？错，看他们家真的生意好吗？只有一两桌，嗯，是干嘛？是坐满的，其他都是空桌。我给你解释一下好不好？嗯，这个我们在营销模式里面叫什么？叫做锚定效应。什么叫锚定效应呢？举个例子啊，你有没有租过房子啊？没有。没有。你买过房没有？有买过房吧。嗯。那么有经验的这个房产中介呢，一般都会先带你去看一套很高大上的房子，对不对？然后价格比较贵，你又买不起，你只能比较遗憾。然后问他能不能带我去看一套在我预算里面的房子。嗯。然后他接着又带你去看了一套什么比较破烂的。嗯。哎，毛坯房。嗯。然后价格虽然很便宜，但是呢，你不喜欢啊，太 low 了，你也不会选择。最终的话，他带你去看了一套什么简单装修还不错的房子，其实这个房子就比较一般啊，但是他要营造出了一种非常稀缺的一个假象。嗯，你不得不选择哪个？当然是第三个啊，中间那个。 对不对？这个就叫做锚定效应。哦，那每一个人心里面呢，其实都有一个锚定值，高于这个锚定值呢不好也是好，低于这个锚定值不坏也是坏。就比如说陪酒女，白天上大学是不是很励志啊？大学生晚上去陪酒是不是很落度啊？落落。因为这个陪酒女的锚定值是低的，明白了没有？而大学生的锚定值是高的。再举个例子吧，怕你听不懂。比如说大肠，举个例子，这个碗啊，你比如这个碗如果装过了粪，洗得再干净再消毒，你还会再吃吗？肯定不会啊。不会吧？嗯。猪大肠吃过吗？吃过。爆炒大肠也吃过吗？吃过。哎，那大肠里面每天都装着粪，为什么洗干净之后大家吃还挺香的呢？明白了没有？哎，所以说不管说饭店里面卖的是这种1.25升的雪碧也好，也不管说餐厅上菜越快越慢也好，都是一个道理，叫锚定值。我给你一个小的营销策略啊，就它上的越慢的话，不是说每道菜都慢，如果你是老板的话，10道菜9道菜里面你有一道菜上的最慢，但是这道菜的话你要找一个毛利比较高的、客单价比较低的产品，比如说一个青菜。到时候你跟顾客讲，不好意思啊，给你上慢了，这个菜我给你免掉，顾客心里面会怎么想？觉得特别舒服。特别舒服，对不对？明白了没有？原来是这样哦。啊，好神奇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吧？吃饭吧。那你再说一遍。锚定效应。错。什么？